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一代又一代儿童启蒙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话语也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粮食深厚的情感。从2013年的8月开始，由农民日报社和中国种子协会联合推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业的十位功勋人物。这十位功勋人物，他们扎根热土，勤劳肯干，胸怀祖国，甘于奉献。农业部发出了向他们学习的号召。没错，几千年来，其实温饱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基本、最现实的梦想。现在温饱梦已经实现了，于是我们去追求小康梦、宜居梦、健康梦、环保梦就有了基础。温饱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种业的发展。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中国种业的功勋人物致敬，向中国种业人致敬，感谢他们在我们的民族种业和国家粮食安全上做出的贡献。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第一要务，粮食安全要靠我们自己。中国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书写了奇迹，水稻亩产不断挑战极限，玉米不断刷新国内谷物高产记录，小麦单产不断登上新台阶，品质也实现突破，还有棉花、油菜、蔬菜、水果。我们用事实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丰收的中国根基在于民族的种业。有这样一群人，与天地为家，与寂寞相伴，将培育种子作为职业和使命，是他们培育的一粒粒粮种支撑起丰产的梦想，构筑起了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他们成为中国民族种业的脊梁。其实说到我们中国的民族种业啊，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感觉到那种骄傲和自豪。没错，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哈，我们的超级杂交稻啊，我们的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还有这个转基因的抗虫棉和双滴油菜等等，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了。没错，而且陆梅，你知道要有一个数字特别重要，优良的种子在我们国家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43%，非常让我们自豪啊。提到中国的种子，大家首先会想到一个人，他的成果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的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的成果带着温暖无私的中国形象走进了40多个国家。有人说，这是一个民族给予全人类最温暖的问候。他是专注田畴、保暖众生的符号，它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厮守一方水田，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他就是袁隆平。从坚信水稻杂交优势、挑战权威，到一次次刷新水稻产量记录，袁隆平探索杂交水稻的每一个节点，都已经成为世界水稻发展史的里程碑。2014年，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正好50年，但他说，与水稻相伴，只有三件事情让他最为激动。第一次激动，
就是我们这个搞啥叫做山西配的套，那是73年，我非常激动。1976年到1987年，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第二个是搞两栖杂交了，我是首席专家，也是搞了9年呢，最后95年成功了，我也非常激动。两栖法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再次提高5%到10%，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杂交稻育种再次超越自我，领先世界。中国超级稻在我国累计推广4.14亿亩，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中国杂交水稻已经在世界40多个国家推广种植。第三个激动的，马上就要到来，这1000公斤实现。如果是1000公斤实现了，那我就又一个激动。有请水稻育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袁老，你好，你好，欢迎您，袁老。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特别活动现场啊，还请到了另外一位袁隆平。他呢，就是在电影《袁隆平》当中扮演袁老的郭敬林先生。郭先生你好，你好，两位袁隆平哈、啊、拥抱在了一起。现在呢，我们看见大屏幕上就是在播放啊、由郭敬林先生主演的电影《袁隆平》的画面。坐个近。哎，袁老师，用这个。谁干的？谁干的？这也是生命啊！袁老，觉得郭先生演的怎么样？评价一下。演得非常好，非常好，是吧？其实敬林是因为电影《袁隆平》获得了第13届华表奖的最佳男演员奖。我想知道袁老最触动你的是什么？为了准备这个角色，我们当时是去体验生活。到了袁老在三亚育种的育种基地，看到了当年袁老的住处。说实话，当时的那个生活条件可以用触目惊心这个4个字来形容。袁老住的床是什么样的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袁老住的床是几根树把它排列起来，大概是3-4棵树，然后底下拿砖头垫着，这就是袁老所睡的床。这个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关于袁老的三系杂交水稻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生动的阐释，让我们很多外行人一看就能看明白。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这个电影片段。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三系法呀把它分门别列了。一系法呢独身主义，二系法自由恋爱，三系法呢包办婚姻。咱们要利用这三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刚才讲的这个三系法了，这个经典的方法是吧？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呢，它是包办婚姻，它那个两个亲本呢、啊，不要不水不那个自由选择的，是吧？所以它的产量是有限制的。我们两系法呢，它因为它配组很自由，叫自由恋爱啊，它配的组呢就选到优良品种的这个几率要大大高于三系法。它的产量呢大面积达到了，现在是550公斤，就是比三系法高了50公斤。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向更高的水平攻关，是吧？争取
今年突破1000公斤。在我的手中有这样一本《袁隆平口述自传》，在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为大家读一下啊。我之所以选择农业，其实源于从小产生的志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园艺场，花好多呀，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那么袁老，您现在从事农业工作已经60多年了，不知道您现在是怎么来理解田园之美和农艺之乐呢？小的时候就下决心这个学农好，是吧？但是真正来讲，后来学农的时候发现呢，我们农村呢并不是那么美，是吧？非常穷，是吧？非常苦，是吧？我感到学农呢，哎，关键在这个农民为什么穷，为什么苦呢？就是科技很落后啊。我开始研究红薯，这个红薯呢，在这个粮食作物当中呢，不是那么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湖南是大米，是水稻，所以说我后来选择研究水稻。因此呢，我就下定决心，是吧？通过这个科技进步，是吧？特别是培育两种来提高这个粮食的产量，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此，我向袁老及您的团队说一声谢谢，向您致敬。谢谢。这是大家做的，是吧？但是我只是起到一个部分的带头作用。谢谢袁老，来，掌声送给袁老。我们也祝愿袁老的第三次启动早日实现。谢谢袁老，向您致敬。现在如果我们提起杂交水稻、超级稻，短短的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这些可敬可爱的育种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执着坚守，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挥洒到了这片热土上，而到了晚年，他们也依旧在忙碌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两位功勋人物的事迹。一次发现，富廷洞丰富了世界油菜育种的历史。3月20日，我刚开始发现株，我在这小区找的，一共找了19株。这19株油菜是富廷洞在一种叫做玻璃马的油菜中发现的雄性哺育株。为了寻找油菜雄性哺育，世界油菜学界已经苦苦寻找了20-30年。玻璃马油菜雄性哺育的发现，被国际上认为是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哺育类型，为杂交油菜实用化铺平了道路。那一年，他34岁。在杂交油菜实用化的第一个十年，全世界注册的22个油菜三系杂交品种中，有13个是利用了富廷洞发现的玻璃马哺育系育成的。1991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8届国际油菜大会上，富廷洞被授予世界油菜学界的最高奖项——杰出科学家奖。这是国际油菜领域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个亚洲人。那一年，他53岁。富廷洞还借鉴国外双低育种的经验，开展了我国双低油菜杂交种的选育工作。现在我国的双低杂交油菜系列品种产量比过去双高常规品种增产20%到25%，而油菜中的芥酸含量降低到以前的1/40，饼粕中的硫苷含量降低到以前的1/5。低芥酸菜油营养价值可以与橄榄油相媲美。76岁的富廷洞又确定了新目标，培育适合机械收割的油菜新品种。50年来，方志远只关注一种蔬菜，这种蔬菜叫做甘蓝，也曾经被叫做洋白菜，因为它的种子长期完全依赖国外引进。那品种从国外引来，引来的繁殖，那咱就从进来就是第二年就不行了。40年前，方志远和课题组育成了我国第一个自己的甘蓝品种，
从此打破了国外垄断。咸丰以后这个品种还出现年纪非常大，我们国家第一个品种到现在还是这个品种。方志远带领课题组陆续育成了适合春秋两季种植的甘蓝优良品种，解决了甘蓝品种单一、收获过于集中的问题。甘蓝从此在我国可以周年供应。他还带领团队突破甘蓝育种的世界难题，在国内外首次培育出甘蓝显性雄性不育系，创建了甘蓝新的选育、繁殖和制种技术体系。从此，世界甘蓝育种技术实现了重要变革。我们搞育种的，他的责任就跟农民定好的政策。从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领先世界，方志远的毕生追求就是做我们自己的品种，解决老百姓吃菜问题。有请油菜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蔬菜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志远。祝贺傅院士，也祝贺方院士。傅老和方老啊，两个人研究的都是同一科的植物，叫十字花科植物，专业性很强。现在呢，我给二位30秒的时间，借用我们的平台给自己的研究领域打一个广告，好不好？傅老您先来。我们国家生产的低界生油菜油，它的风味香醇，品质优良。低界生油菜油同甘蓝油是可以媲美，品质很高，性价比也很高。方老，听听您的广告词儿。甘蓝是一种营养丰富，老百姓喜欢吃，市场愿意卖，农民愿意种，但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蔬菜。好，谢谢。刚刚两位的介绍让我们对双低油菜和甘蓝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饭桌丰富了，菜篮子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了。其实两位老者啊，他们的日子也有滋有味，他们两位都是收藏家。我们先来看看傅老有什么样的收藏品。傅老啊，您这收藏的都是些什么呀？都是科学研究记录本。都是记录本。对。我们看到那些数字88.9到89.5，都是88年9月份到89年5月份的记录。最早有哪个年份？最早是60年代初。从60年代，今天还在记吗？都在记。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哈。让我们想起了其那句话，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看到傅老的时间都在这儿了。其实傅老的人生，我觉得也就像是您这些倾注心血所记录下的这些笔记一样，虽然无声，但是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掌声送给尊敬的傅老。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谢谢傅老您的奉献。方老，我们也看看您的收藏品好不好？来，大家看看大屏幕。同样，方老给大家介绍，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课题组收藏的原始材料，包括我们自己的原始材料，包括从国外引种的甘蓝的种子资源。都是种子资源，这一共有多少种种子？国外的种子资源大概有1000多份，数不胜数哈。其实您跟
这个父老也是一样，几十年毕生的这些所有的我们的成绩都在这些收藏品当中了哈。我们感动于您二位的时间都奉献在了毕生所爱的事业上，所以我们向二位这种刻苦钻研和执着坚守的精神致敬。谢谢二位，谢谢父老，谢谢方老。其实啊，说起种子，很多人都觉得种子其实很简单呢，植物开花结籽，这不就是种子吗？只有当你真正的走进和了解了我们的种业功勋人物，你才会知道，其实要育出一个好的种子，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和经历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有的时候，我们的育种学家们不仅仅要面对科研本身的难题，他们也许还要去面对行业的危机和民族种业的生死存亡。1976年，我国杂交水稻进入大面积生产应用。然而，就在1980年，稻瘟病全面爆发。杂交稻田颗粒无收，许多地方的杂交稻种因此被封存。中国杂交稻处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35岁的谢华安挺身而出，创造性的利用稻瘟病重发区，通过自然诱发筛选，培育出抗稻瘟病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被命名为善优六三。善优六三克服了第一代杂交水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缺陷，
并且以产量高、米质优等优势，为我国杂交水稻发展力挽狂澜。1986年，善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1990年，善优63播种面积突破1亿亩。到2001年，善优63连续16年种植面积位居全国杂交水稻第一，累计增加粮食超过300亿公斤。他还利用投机收割后的稻茬培育再生稻，连续4年实现了投机再生季累计亩产超过1300公斤的世界纪录。国家农业部由此决定在南方推广再生超高产水稻技术。一身泥土气，两袖稻花香，人们这样评价谢华安。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棉荒，纺织业几乎崩溃，造成全国棉荒的罪魁祸首就是北方棉区爆发的棉铃虫。而且棉铃虫对农药产生了抗体，农药根本杀不死，但人畜中毒数量却不断增加。那个时候12万人中毒啊。棉农恐慌，企业恐慌，国家忧虑，国外抗虫棉品种步步紧逼。内忧外困之际，郭三堆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面对国外种业3年占领河北市场、5年占领中国市场的进军计划，郭三堆带领科研团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大战。截止目前，郭三堆和他的团队培育出的抗虫棉品种达到300多个，我国棉花主产区国产抗虫棉种植率接近100%，累计增加产值超过900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中国抗虫棉还走出国门，在国际棉种市场上拥有了一席之地。有请水稻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棉花育种学家、中国抗虫棉奠基人郭三堆。谢老、郭老师，两位好，欢迎欢迎，来，请随我入座。我想先请问谢老哈。谢老曾经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说要打倒善优63。我们知道善优63是您培育出来的，而且善优63是连续16年在全国的种植面积最广的一个优良的杂交水稻品种。您为什么要打倒它呢？袁隆平先生，我记得86年到福建，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了：“老谢，祝贺你，善优63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嗯，我当时很高兴。是啊，到了900，他一个品种突破了1亿亩，这个时候我懂得怕了。突破了1亿亩，您反而怕了？对，因为杂交水稻2亿多的面积，他一个品种占了40%几的面积。嗯，如果这个品种不争气，那减产呢是很严重的。嗯，所以我生怕善优63不争气，在生产上啊会发病。嗯，所以呢，我认为啊，大家应该赶快的把它打倒。我从900到2001年这12年当中，我是每一年提心吊胆，一直到每年的9月份没有什么灾害警报了，这个时候我心情才比较舒畅。要对农民负责，嗯，要对整个社会负责。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谢老的这份责任。谢谢。
我听说您还在研究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品种是吗？提高品种的耐储存特性，如果我们的目标能够实现的话，它仓储两年三年要保持基本不陈化，也就是不变质。当然这是探索，并不是三年五年四年八年能够成功的。我愿意开拓这个领域做探索铺路。太好了，我们也是祝愿谢老的探索早日能够实现。接下来我想问问郭老师，郭老师您也是哈这样说过，说我们中国的抗虫棉呀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您为什么会这么说？是的，因为90年代棉铃虫大爆发，当时我们为了解决棉铃虫啊，曾经想引进美国的抗虫棉，但是人家要价啊折合人民币超过了上亿，当时90年代初这是一个铁甲，所以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事情要由我们中国自己人来解决，所以我说是被逼出来的。那郭老师，我还看到啊，您还是这么说，说其实看到现在取得的成果，看到我们农民受惠了，那么可能付出的辛苦带来的误解受到的委屈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想知道您研究抗虫棉这么多年受到过什么样的委屈和误解呀？种抗虫棉已经18年了，棉铃虫没有这爆发，更没有中毒死亡的事情发生，大大减少了农药，而且改善了环境，农民健康受到了保护。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个别人对我们中国的抗虫棉还是质疑甚至反对，所以在网上啊就骂我们是美国人的走狗间谍，甚至是中国人的叛徒。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感到也很无奈，那个时候我们也感到有点委屈，但是我今天被评为重要人物，实际我觉得不是属于我个人，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为了民族重要的强国梦，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工作的。你看谢老和郭老师，一位呢是为自己研制出的优良品种担惊受怕好多年，一位是受到委屈和质疑。在此呢，我要向二位以及所有我们的育种学家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说到种子，其实最有发言权的还得说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呢，来了很多的种粮大户哈，其中有一位种粮大户，他的面积达到了1万亩，产量1万吨。他就是安徽阜阳的种粮大户葛浩新，来，让我们有请葛大哥。欢迎您，葛大哥。你好，你好。这拿的这是今年的小麦吗？是的，这是我今年他妈的13600亩地，你这样卖穗。看着长得不错哈，葛大哥，根据目前的情况，今年能不能丰收？今年的粮食产量呢，又是个好收成。今天葛大哥带来了好消息哈。做了这么多年的种粮大户，说说这个选种子对于我们农业增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一个好的优良品种可以使我们的粮食单产增加10%到30%，甚至到50%。那您都选过什么样品种的种子？跟我们说说。有150、152、福麦8号，还有淮麦系列、这个周麦系列、这个洋麦系列。特别是这个洋麦158，我们过去叫做洋麦7号，在我们沿淮地区啊最抗赤霉病。葛大哥有点激动啊，但是我告诉您，激动是有来由的，因为今天洋麦系列的培育人也是我们的功勋人物程顺和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也姓程，他叫程向文，他呢是研究玉米的。接下来老葛大哥，咱们一块儿看看两位老师的故事好不好？他将扬州和小麦做了一次温暖的连接，从此一种叫做洋麦的品种不断创造奇迹。他就是程顺和。1987年，洋麦3号、洋麦4号，让长江中下游的小麦平均亩产首次突破300公斤，并成为长江下游小麦品种第4次大面积更换的主体品种。
1991年，洋麦5号新品种让小麦的平均亩产增加32公斤，直接促使整个长江下游小麦品种第5次大面积更换。洋麦5号累计种植达1.5亿亩，增产粮食51亿公斤。1998年，洋麦158初步解决了世界小麦育种中广式高产与抗赤霉病相结合的难题，小麦平均亩产突破500公斤大关。到上世纪末，洋麦158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并被誉为国际小麦育种的典范。2014年，陈顺和75岁，他再次成为南方小麦增产的引导者。洋麦16创下了亩产672公斤的地区最高纪录。从洋麦3号到洋麦16，从小麦亩产不足300公斤到672公斤，陈顺和育成的洋麦系列累计增产200亿公斤，他也因此被叫做南方麦王。程向文79岁了，他每天依然要在玉米地里工作几个小时。自29岁踏上玉米育种之路，程向文在玉米地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搞农业呢，你必须下田间，你只有下田间，你才能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从满头青丝到两鬓白发，50年里，程向文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中国玉米界的奇迹，选育了13个由国家和省认定的玉米新品种，累计推广3.2亿亩，增加社会效益200多亿元。50年里，他不断挑战玉米育种的世界难题，培育出了既抗疫又高产的玉米品种迅丹20。如今迅丹20已成为黄淮海下玉米区种植面积第一、全国种植面积第二的玉米品种，为黄淮海乃至全国玉米连续10年持续增产做出了突出贡献。我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亩增产400斤，我这个村呢，每年光秋季纯收入增加100多万。因为热爱，他的目光从未离开他的玉米地。能叫我干玉米，这就是我一个一生中的最大快乐。因为坚守，50年来，他抛家舍子，追着太阳南返北育，留下的是对家人的歉疚与遗憾。玉米无言，生生不息，这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有请小麦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程顺和，玉米育种学家程向文。程顺和老人，这个今天我终于见到这个洋麦系列这个育种人了，我感到很激动。我想把呢今年这个又是一个好收成的年节麦，把我这种的小麦的麦穗献给陈老师。我也谢谢你。为什么谢谢你呢？因为你对我们的信任，把我们的品种推广这么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其实程老啊是研究小麦育种的。研究小麦育种的人呢，吃面条和我们常人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程老是怎么吃面的。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笑了。
这是三碗呐、啊，没加油没加盐的清汤挂面，来自不同的产区啊。刚才说跟常人吃米条有不同，这个不准确。我们跟常人吃米条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有些讲究，有些国家鉴定面条品质那些，这个标准。现在我去评审一下子啊。陈老，有答案了吗？这种它呢硬度比较高，硬度比较高，这种硬度比较软，这种呢属于中等，北方的它就比较硬，偏北方，到南方就比较软。那这样啊，陈老，我们来看看这个面条的产地到底是怎么样。产地宁夏，这肯定是北方地区，毫无疑问。黄淮梅区的南面，给大家，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的南部。哎呦，这个稍微有点出入。河北，这也挺靠北的。那程老，允许您给自己找补一下，为什么判断错了？我告诉你啊，河北也有入境小麦、软小麦，譬如说驾照的八号，它蛋白质含量只有8.几%。好，找补成功，掌声送给您。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碗吧，您判断最后一碗是哪里？北中南选一个，我先不告诉您。这个，这应该属于中，属于这个中心类型的，中心类型的，对，如果从纬度来讲，属于中等的，应该属于黄淮这一片的。陈老师，我告诉您，完全正确，安徽黄淮地区。陈老，我跟您说，其实这个判断不准确真不怪您，我们厨子煮出半天了，这个面都有点坨了，一般人也都吃不出来了。陈向文，陈老，跟刚刚的陈老吃面条不一样，我知道您有您的爱好，对不对？喜欢摄影，我们大家来看看陈老的摄影作品。我们看到您的这个所有的摄影作品可都是玉米啊，为什么只拍玉米？有别的吗？因为我田里下来是玉米啊，甘蔗是玉米，甘蔗是玉米，说是我拍的都是玉米。陈老，在您所从事的这个玉米行业当中，如果能够获得一个省级区域品种，从设计到繁育再到推广，一般的周期是10到12年，国字号15年。但是您身上有一个数字啊，深深的震撼到了我们，50年的时间，国字号4个，省级品种9个，怎么做到的？在海南是吧？在海南我们是我参加工作吧。那是52年，其中有50年是在海南岛的玉米田间就度过了。50年在海南过的春节。对。会不会有点凄凉？应该说有那个有凄凉。但是我能看到玉米，能干玉米，我都感到有个欣慰。陈老，我们可是听说您的爸爸妈妈，包括您的老伴儿，对对，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您都没有在身边。对，我没有回去了，没有回去了。那这都是我的老伴儿，我喜欢你了，就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躺我呢，13年。他没有，他们一次就是我去海南。其实我相信您的爸爸妈妈，包括您的老伴儿，在天之灵看到您今天的成就和千千万万我们的百姓能够因为您的成就实实在在的得到利益，他们也会宽慰，也会理解您，好不好，程老？对对。谢谢两位程老，今天给我们带来你们感人的故事。所以请允许我们向两位程老，你们的不断进取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致敬。谢谢二位程老，谢谢。世界上每一个大写的人都是用自己的心血亲手写出来的，世界上
每一个头顶光环的人，心里都有一盏明亮的灯。他们呐，一群大写的头顶光环，却又和光同尘、抱朴守贞的大地之子，就是用心血在大地上书写着论文，用智慧之灯阐释着生命的密码。以心血与天地交流，才会读懂大地，读懂节气的语言，读懂风，读懂雨，读懂布谷鸟的叫声，才会读懂水，读懂肥，读懂庄稼的表情，读懂饭碗，读懂菜篮子，读懂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心里有灯，与世界难题较量，才会刻好高尚的价值坐标，才敢享受孤独，把玩寂寞，才有勇气把自己变成阡陌上的农夫，让赤诚与本真像秋天的稻穗，铺就稻香一样的波浪。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造福一个民族。中国人的饭碗端在中国人的手里，端在中国人手里的饭碗就是大地之子的丰碑，镌刻着大地一样质朴而厚重的功勋。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2011年开始，国务院连续三年出台了3个关于发展种业的文件，要建设种业强国离不开现代种子企业。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认识的这两位种业功勋人物，就是将中国种业推向市场化的先行者。他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放下饭碗就下地种玉米的农民。他是身价超过20亿的中国科学家首富，衣食住行却依然抠门。他是让儿子在玉米田里摸爬滚打学习育种的心狠父亲，也会为玉米受伤嚎啕大哭。他是农民育种家李登海。李登海培育的紧凑型玉米种已累计在全国推广10亿亩，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0多亿元。他的玉米种子使我国每亩土地由养活一个人提升到养活4.5个人。在世界下玉米的高产记录上，始终由中国的李登海保持。他7次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创造了令全世界都瞩目的中国奇迹。就像奥运会一样，我们是片年当中的奥运会，绿色的奥运会。他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玉凡推一体化的民营种子企业，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科研院所不同的是，登海种业95%以上的科研经费都是由自己投入，先后累计投入了2亿多元搞科研攻关。65岁的李登海依旧有着烈火燃烧一般的激情，玉米对于他而言是一个不朽的精神图腾。在玉米王国里，他依旧在前行。我60岁以前我给国家创造1000多亿啊，我就60岁以后我在自己的余生当中争取再为国家再创造1000多个亿。
他两次创业，创办了两个种业上市公司。张海银被称为当代中国民族种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先行者。他敢闯敢干。1984年，张海银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和经费，成立自负盈亏的种子公司。他诚信经营，当众烧毁不合格种子，率先承诺如假包换。他整合资源，率先成立了杂交西瓜种子产销联合体，销售覆盖28个省份，西瓜种子销量接近全国的1/2。1997年4月16日，丰乐种业成为当时全国2700多家种子公司中第一家上市公司，张海银成为中国种业市场化的开拓者。2001年，丰乐种业上市3年，公司总资产由初创时的6.8万元发展到6.8亿元。也就是在这一年，64岁的张海银正式退休。老的话，不服的情况下，利用这个种业这个平台，继续做一点绿色能源的贡献吧。2002年7月，张海银牵头组建新的种业公司。2010年5月26日，企业在创业板上市。2013年，张海银捐资500万元，成立全国第一家个人捐资设立的种业基金会，致力促进现代种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有请玉米育种学家李登海，著名种子企业家张海银。海先生、张总，两位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把我们的种子企业推向市场化的先行者。我想先请问邓海先生，作为育种学家和董事长，您更喜欢哪个身份？是，我觉得我是搞科研的，实现我的这个理想当中，永远去开创我们国家的育种高产道路，是我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其实还是更喜欢育种学家这样一个身份哈。您刚才在短片当中提到说，您60岁以后还要为国家创收1000亿元的经济效益。我想请问您，这个1000亿元，您将怎样实现它？一个是不断的选育出更好的育种杂交种，利用在同样的土地上。这个增产的效应为国家增收。第二个呢，利用选出更高产的育种杂交种。那么现在选出更高产杂交种出来以后呢，利用高产创业，对它的这个高产的能力，为我们国家的粮食的增收啊，再做进行新的贡献。好，我觉得现在看有这种能力，我也觉得这种还非常自信，我觉得没问题。李总自信满满哈。张总，对您有一个问题特别的好奇，就是我知道您在1997年的时候，您的公司啊成立了一个博士后工作站。我想知道一个种业公司为什么要去成立博士后的工作站呢？97年丰乐种业公司上市过以后啊，有了一定的这个经济增强，这么一个势力，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就要靠科技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坚持自主创新、自主这个育种的同时，聚合一下科技资源，就是我们合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双方的这种讨论，最后形成共识，就成为一个亲密型的这么一个合作体。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中科院合肥分院双方合作，愿意在丰乐种业建立一个博士后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平台。而且我知道张总在2013年的8月19号，是个人投资了500万元，是成立了一个公益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专门用于扶持我们中国种业的发育发展，同时也是鼓励自主创新，去培养人才哈。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在此呢，我们也是对两位的这种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两位。谢谢谢谢。我们的推介活动进行到现在，还有一位功勋人物要登场，他呢也是做小麦的。其实提起小麦，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我们现在吃到的、看到的小麦，是我们的大自然经过9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使野草和小麦产生了2次远缘杂交。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功勋人物，他做的呢是利用科学的力量，人为的使草和小麦发生了3次远缘杂交，从此我们的小麦也迈入了一个新纪元。曾经，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引发世界关注，是他用大量科学数据进行一一回应。他说，我们相信凭着正确的政策和科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他就是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李振声。他一次次用自己培育的种子阐释着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真实案本。上世纪50年代，我国北方小麦产区一年减产小麦100多亿斤，相当于当时粮食年产量的1/20。减产的根源就在小麦瓢锈病大爆发。李振声开创性地进行小麦和燕麦草的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培育出具有持久性抗病性、比对照品种增产30%左右的小麦新品种小燕六号。小燕六号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品种长达16年以上，当时成为我国推广时间最长的自育小麦品种。要吃面种小燕，这在当时的陕西农村广为流传，而且小燕六号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50多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连续3年徘徊，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李振声与中科院专家组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6年的治理，到1993年，全国粮食产量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其中黄淮海地区就增产了504.8亿斤。2013年4月，科技部与中科院联合启动了渤海粮仓项目。李振声课题组承担起了耐盐小麦育种与示范的重大任务。他们新培育出的耐盐小燕麦新品系小燕60，在河北海兴县的中度盐碱地上，比当地品种增产20%以上。在山东吴地和天津静海的盐碱地上也表现良好。现在耐盐碱的小麦正在进一步扩大示范。一辈子与小麦结缘，小麦是李振声的最爱。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有请小麦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祝贺李老，我知道您的座右铭是以兴趣始，以毅力终，您能告诉这个晚辈为什么选择这个座右铭吗？兴趣始，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兴趣，但是等着你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无穷的力量。我为什么对小麦和燕麦草杂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的原因是50年代初我们国家黄淮流域小麦条锈病大流行，造成严重的减产，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小麦品种都失去了抗病性。因为我做过一点牧草和小麦的研究，一方面看到感染病害的小麦黄袍加身，另一方面的牧草青枝绿叶，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设想，能不能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而这个目标最后我们实现了，实现了，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次远缘杂交。一例中小麦和草的杂交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一般育成一个小麦品种是要8年，可是我的远缘杂交，我们的团队花了3个8年。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例能够花24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吗？李老，我们听说哈，您经常和您的同行，或者说跟您同样岁数的这些育种科学家们聊，说我们要传帮带，传帮带，为什么老在强调这3个字？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发展民族种业，实现种业强国的目标。农业部为什么要组织这一次活动？我想有2个方面的目的。第一，是表彰老一代的科学家，他们几十年辛勤努力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但是我们这一次获得表彰的10位科技人员，最大的年龄84岁，最小的年龄也64岁了。试想，完全依靠我们能够完成这个重任吗？农业部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一求目标是寄希望于我们年轻一代。我们殷切的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要接锅接力棒，更上一层楼，为我们国家的民族种业的发展挑起这个重担。谢谢李老，您这是嘱托也是鞭策。虽然我不是科技人员，但我是一个青年人，听到您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我特别想跟您说，李老您放心，我们做得到，向您致敬了。谢谢李老。让我们再次有请10位种业功勋人物登场，接受大家的致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种业10大功勋人物代表，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郭三堆先生，代表中国种业10大功勋人物向全国种业同仁发出倡议。现在我代表中国种业10大功勋人物向全国种业界同仁倡议，发扬执着梦想、合作创新、奉献种业、强国富民的中国种业精神，扎根民族种业沃土，勇攀科研育种高峰，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敢于担当历史重任。为实现民族种业强国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贡献。谢谢。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走上舞台，为十大种业功勋人物颁发证书。有请，掌声有请。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表扬推荐为我国农业、为我国的民族种业做出优异成就的功勋人物。在此，我仅代表农业部向他们当选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表示热烈祝贺。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我国种业发展，把发展现代种业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务院连续三年出台推动现代种业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种业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种业健康发展，为实现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我们在这里宣传推荐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目的就是号召全国农业战线的同志们向种业功勋人物学习，学习他们执着追求梦想的精神，开拓进取，实现中国种业强国梦，学习他们坚持合作创新的精神，攻坚克难，创造种业新奇迹，学习他们甘于奉献种业的精神，无怨无悔为种业发展做出新贡献，学习他们服务强国富民的精神，胸怀农业发展，心系农民增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振兴民族种业，保障我国土地上主要播种我们自己培育的品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与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一道，开拓创新，不断超越，做大做强中国种业，为实现中国梦再立新功。谢谢大家。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径上阵阵花香鸟语，我耕耘过的田野上一层层金黄翠绿，我怎能离开这河沙山脊，这河沙山水洋怀，仿佛拥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亲爱的朋友们，一粒粒种子播撒进泥土，收获了庄稼，收获了乡村，丰收了中国，也温暖了天下，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麦黍千重浪的喜悦场景。而我们今天的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他们的精神光芒也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行。现场的观众朋友，亲爱的各位来宾，大地之子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推介活动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谢谢大家，朋友们再见。再见。